我真的是弄不明白，我姐，你说我知道这事儿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孩子给做了。马有水要真找不着怎么办？说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真以为这事儿他能瞒你一辈子，还得想办法。说实话，他跟你不肯生，现在愿意跟这个白痴的货生，这连我都想不通。说他能跑哪儿去呢？胡乐意，你能不能不打岔啊？啊，你拿出点勇气来。老话怎么说啊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那马英水呢？我现在说你呢，你提他干嘛呀？那好，不提他，说你，你怎么办？你能不能不管呀？还真不能。你有病啊！管好你自己行不行？你一天到晚累不累？你媳妇那本来就不踏实，早就翻过去的事儿了。前妻打个喷嚏你都紧张，她有她自己老公，凭什么每天对你指手画脚？那小猫都养成老虎了，你活得还挺开心啊？我都替你着急。你能不能活出个男人样来呀？啊！哥，哎，你就不能改改吗？非像我妈一样非要上高日子，妈不错，妈我真是挺怕生的女儿，我应该是算看着你长大的，那个时候你比现在漂亮，应该说不是说女儿都要富养，那我就好好惯着她，宠着她。可是养得越好，我这心里头就又有恐惧了。因为像我这么细心呵护的女儿，我不知道将来会交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手里，那个男人会不会像我一样爱她。我好像对天下的女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异同感，我从来都不笑话那些怕老婆的男人，我反而会挺尊重他们，因为我觉得爱是从女人开始。姐夫，其实你的事儿也有点怪，我暗地里喜欢过你，也曾经喜欢过郭开来，但是你是不可能了。可大郭呢，又是和你完全不同的男人。马英石，我说不出他有多好，但是我也说不出他有多不好。他不一定靠谱，但是跟他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安全。严格的讲，你是我生命中第一个男人。我指的是感觉，哎，其实我也说不好。你说你是看着我长大，我也可以说我是看着你怎么失败。当初追我姐的人那么多，就你对我最好，我不在乎你都给我买过什么，花过多少钱，只因为你知道我需要什么。我知道你跟我姐真的好了以后，我就特别盼着你们俩能早点结婚。我可以一辈子都不结婚，我可以给你们俩当女儿。
后来你们俩离婚了，我心里的家就散了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孤独。每个人对孤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，不想让自己没有人格的去宣泄，你不想让自己得忧郁症去自杀，我就想做个好女人，一个健全的好女人。你们一定都觉得我很蠢，我就是想让自己变得聪明。我找不到你这样的男人，我也不能找一个混蛋吧。马医生他再不好，他对我是认真的，他从来不会打我骂我，永远都不会。你都别劝了，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我从小活那么大，要能让你们把我劝回来，那我真是白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吃亏的。哎，你说咱俩要真有一孩子得什么样啊？不了，抽完这根烟就别抽了啊！明儿要给你孩子头一回见面，得留个好印象，别那俩眼熬的跟小金鱼似的啊！行了，马上来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你看，妈怀你那时候啊，还难产呢，那时候医院的医疗条件那比现在差远了。你看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甭想那么多。我知道了，你快睡去吧。有事儿啊你？儿子，妈这两天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。那天在医院碰见水瓶，我说的那些话太过了。哎呀，妈没事，你们不是着急吗？然后话赶话的事儿，赶到节骨眼上了吗？那人家也是为咱好，是不是？我也不能说人家看热闹啊。哎，没事，水瓶也不是小心眼的人。不会跟您计较的，我知道，我都跟他吵了十几年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能不知道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要在医院再碰见水瓶啊，就帮我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嗨，我在你们俩中间都打了十几年的圆场了，我这腿都成罗圈的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这水平啊，四十多了，才当上妈，这万一孩子真是有个什么事儿，多可惜呀、啊！当初你们俩，您梦游呢？什么当初啊？没有当初。我不就那么一说嘛？你睡下。那你早点啊。
妈，点完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点滴打完了。哦，好的，嗯，也写完了。嗯。妈，你辛苦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刚才你可睡过了。吃个苹果吧。想吃。喝水。没电了，哎。哦，好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，不客气。哎，好嘞。你今天一起就说完了啊，咱们有月题了。好的。谢谢啊，喝水吧。哎，妈，怎么乐意去买水买了这么久啊？嗯，哦，说是买什么那个啊，一种特殊的水。水就水呗，还有什么特殊的？有，真有啊！来，先喝点。待会儿。哎，果果，还认得哪是哪儿吗？哎呦喂，您说你上哪儿认去？大人走个两三年回来都发懵，何况一孩子。不过没关系，果果，叔叔是搞旅游的，想上哪儿？你看，这是鸟巢吧？太对了，嘿，真行。雪梨放在那儿。哎，没错没错。哎，这比电视里清楚多了吧？哎，我胡乐意代表北京人民说，果果。北京欢迎你。好啦好啦，难听死了。老婆，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累不累啊？嗯嗯，腿都软了。所以啊，果果，以后啊，干脆咱就住在北京，省了来回的跑受那个罪，还守着你妈妈的旁边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了，你看。叔叔还给你买了礼物呢，给喜不喜欢？错呀，妈。哦。老爷，有电话吗？哎，有。叔叔有，给。You are welcome。果果，咱先不给妈妈打啊，妈妈不知道，咱保密。咱到那之后，突然见到他，给他一 surprise， 好不好？电话报平安，要不然他该担心了。哦，嗨，啊，那打，打吧。叔叔，我是往澳洲打，你这不行啊。啊，国际打哪儿都行。你看，你先放这儿啊。哦，哎呀，这才三个月呀、啊，用不着这么多东西。哎呀，先给他准备好吧，到时候用不就现成了吗？我有你，他有谁呀、啊？谁给他买这些东西？搬上车吧。喂喂，姐，我待会儿去你那儿啊。哦，嗨，哎，是不是马云学长了？没有，我想通了一些事儿，想跟你聊聊。哦，我正跟达达准备去你那儿呢，要不然让他接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打车就行了。果果，饿不饿？在飞机上没吃东西吗？我爱吃飞机上的东西。飞机上东西还不爱吃啊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油条豆腐脑。嘿，得，哎呀，喜欢这口，叔叔带你去啊，叔叔知道哪儿最好吃。就他们家，走吧。果果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家的油条和豆角。咱们坐哪儿？哎，服务员，坐这儿。
给来三碗豆腐脑，五个吧，五个油条，然后再给来仨茶叶蛋。哎，稍等。来，说快点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果果，来茶叶蛋，可好吃了。哎，你们愿意吃油条吗？快吃，热的。对，来，老爷给，老爷给，来。呵，你瞧，一看就是北京出生的孩子，是啊，会吃油条蘸豆腐脑，从小就爱吃，是不是？我怎么样？这比你们那边那个面包蘸黄油好吃吧？都好吃，我都爱吃。老爷，妈妈要在医院住多久啊？嗯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你来了，你妈妈一瞧见你啊，水腾腾的往上涨，没两天出院了。叔叔，嗯，你很饿吗？哦，这就是蛋饼。老头胎。哎，老爷，你看什么呢？爸，等会儿啊。哟，胡老弟，你现在干嘛来了？胡老弟，不是您，这是干什么？想一走了之是不是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呀要回老家，我坐飞机，我到大巴站去。你还想坐飞机？机票呢？不是机票，没错吧？我乐意，你在干什么你啊？没，您不管啊，这就是那马英水。什么？他就是马英水，就是八水灵那个，没错，就是他想逃跑。这往哪跑？我根本没有逃跑。胡老弟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就是没有找到。哎，你给我打电话那会儿，正好我手机掉在厕所里了。编，接着编。他掉厕所里头？你房子没掉厕所里？钱包没掉厕所里？没编，真的没编。你胡说八道啊！我当街，我当着人物，我大嘴巴扇你。别，我没。你少废话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说干嘛去？给你找一地儿走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快！别动啊！哎，怎么这么乱呢？哎，大妈啊，怎么样，接着果果了吗？哎呀，接是接着了，怎么说是把马英水一块带过来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没具体的说呀，就说是抓住马英水了，一块带回来啊。抓住马英水了啊？干嘛？他还想逃啊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？这行，那我先忙。哎，马英水啊，你现在赶紧想啊，我给你功夫辩解，你辩。你使劲的编，到时候，胡老弟，我真的不是在跟你辩解。那得，那你闭嘴，当着孩子的面，懒得骂你。果果，叔叔听说你唱歌特别好听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给叔叔唱一个，啊，来一段。果果。我还听说吧，那个就你们澳大利亚不是袋鼠啊考拉不特多吗？你们能经常撞见吗？叔叔特喜欢小动物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发现吧，而且宣传也怎么说啊，哎，对不起，您静。
来来来，大妈来沾点喜气儿。哎，谢谢谢谢、啊。这两天净婶儿咋地呀？准备抱孙子吧？哎呦，接你的吉言啊！哎、嗯，来，我看看你这儿子。来来来，来来，你看。哎呦，哟，这小子长得，哎呀，真喜欢人啊！来个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的，真有福啊！哎呦，哎呦呦，笑了笑了，哎呀，来来来。晶晶，看看谁来了。果果，果果，真的是我的果果吗？给你个惊喜。真是我的小宝贝儿，来来来，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，来来，一会儿坐一会儿，来，你看看孩子，好吗？看，我们果果长高了，哎呦，长胖了，长了几斤了，果果？你告诉妈妈胖了几斤啊？果果，说话呀，妈妈问你呢。是不是好久不见妈妈？不认识妈妈了。宝贝儿，叫妈妈。这孩子可能是高兴的，有点发懵吧。没事儿，我们果果是累了。果果，你就不想妈妈了吗？果果，妈妈问你话，你怎么不说呢？就是啊，怎么不叫妈妈呢？啊？妈天天盼你，想着你就想见你，你这么做不对。哎呀，小点声。说，哪儿不舒服干老爷？这孩子是不是太累了呀？不是，要不你要有什么事你跟叔叔说也行，你说出来啊。怎么着？啊？有什么委屈事啊？啊？说呀，你倒是。说嘛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你再不说话，我就把你扔马路上，不让你回家了。别凶了。怎么了？到底是？妈妈有了小弟弟，就不会要我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老放心吧，叔叔保证绝对不会发现发生这种情况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不会上车。文艺，他就是马英水啊！啊，对，就是他。啊，在去机场的路上逮着了。啊，行，你快去吧，快去吧。老家伙真想跑。人现在在哪儿呢？被胡乐意给逮回家去了，是吧？拿棍儿正往那儿看。你干嘛呀？我呀，找他去谈谈。你不去啊？你不能去。你放心，这回啊，我绝对不发火。你不发火？
你不发回来啊？不发回来不能去，动气对胎儿也是不利的。这是咱们家的，你不能老麻烦人家胡乐宇和大郭吧？对。不，我没说要麻烦人家呀、啊。啊，我去，我去。你去啊？这是咱们家的事啊，我去。你放心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回啊，以一个姐夫的身份跟那老马头好好谈谈。他要是真敢犯执拗，我就废了那水疗出气啊！你说你为了儿子，你必须在家待着。水莲，出去啊！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哎，楠楠，你赶紧去办自己的事儿吧。好，行行行，好。小莲，哎呀，姐，马英水我是找不着。说说吧，那怎么个想法啊？他早就知道我怀孕了，我也试探过他，他也没有打算结婚的意思。我跟他说分手，他就答应了。现在倒好，人也消失了。我这次可能真的看错人了。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安心保胎呗。保胎？对，我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还有点恍惚，后来又知道自己怀的是双胞胎，我就告诉自己必须要坚强。我实在干不了杀死自己孩子的事儿。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堂鼓三个字，有没有他马英水都一样，这孩子我生定了，我一个人生，我一个人养。一会儿爸爸就来了啊，这爸爸还得给妈妈买好吃的。喂，乐意啊，到家了吗？到家了。正洗澡呢。你记着别给他吃辣的，他一吃辣的身上就出红点子。还有今天晚上你让他跟我爸睡一个床啊。行，那洗完澡我让他给你们打过去啊。算了，别打了，我怕他在电话里边不好意思说，你让他早点休息吧。我接着说啊，你说，老头，我怎么不明白呢？看你这个岁数，不比不想到哪儿去、啊？我都要当奶奶了，你怎么才当爹呢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你爹妈是怎么想的？啊？你得说说你这几年都干什么去了？哎，妈妈妈，这功夫咱就不追究他历史背景和前史了啊。我是不明白，你就是响应国家的晚婚晚育政策。那也不能晚到这，这都不是关键，关键呢？关键是到现在还不想娶媳妇儿啊，还不想要孩子，他还想逃跑。啊，对，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？没错，他就是一混蛋。就是退一万步说，媳妇儿你可以不要，这孩子你总不能不要。哎，妈，怎么个退啊？错也不能这么退，俩都得要，就这事儿没得选啊！马英水，别装哑巴行吗？你赶紧说话！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就是作孽呀！妈，这个道理他明白，他有学问。哎，你好歹说句话呀！赶紧的呀！嗨，这个水灵嘛，风风火火，咋咋呼呼。还是个大小姐脾气，是有点不像女人。我要是个男的，我也不要，坚决不要。嘿，大妈，妈，您这说的妻不可弃呀，是不是？哎，别说他是糟糠了，他吕水灵就是个鹤顶红，你只要碰了他，死你也得喝完。这
抛妻弃子的男人呐、啊，那是要遭报应的，要遭天打五雷轰的，不是不报，那时辰未到啊。老头，人家水灵怀的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骨血啊，你还挑剔人家什么呢？啊，这女人哪儿好啊，也不如这肚子好啊。嘿，妈，您说什么呢呀？我这都是说的事实嘛。你不是，哎，要不这样，哎，要不是这样吧，那个大妈，要不您先回屋躺会儿。咦，不不不，聊会儿。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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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、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您等我妈，您这水灵，这水，哎哎哎。哎，千金伯，我过来了。哎，您赶紧，赶紧，赶紧。大妈，您回屋躺会儿啊！您听我，来，伯伯，快快快，你跟奶奶去。哎，我们聊就行啊，您放心，放心啊。是不是我说几句啊？啊，哦，我再听听。您说，您说，您说。我刚才一直没有发言，我是在观察你。你这个脚一直在抖。这就是你心理疾病的行为外显啊，有必要给你做个心理测试。早晚得后悔，整天剩下的就是哭天抹泪。那你那意思我一把就找人了？我也太抬举他了吧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呢是太冲动，太不理智，你这叫什么呢？想跟人家置气，不值啊！哎呀，你不也一样吗？前一段时间谁置气来着？啊，谁哭着喊着要打他来着？没错，是我。那女人跟男人置气这是天性。咱话说回来，我呢会总结，我会变通吗？对吧？这就是我比你成熟的。那你说，我把马一水找回来了，我嫁给他，那我就对了呀。嗯，你起码比现在强啊。将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是我的保护。姐，我至少爱我吧。你给我留点我对他的情感行不行？哟，这么小资啊。那水灵，我跟你说，还有啊，想养孩子。狗哥，来，抹点油啊！哎呦，看这小胳膊，肉乎乎的，多可爱呀！放下！让你画呢，你怎么不画呀？画，画呀你！干啥呀？坐。看看你，马小水，说话呀！你说句话行吗？啊？干嘛呀？别再犹豫了，你犹豫什么呀？就你斟酌这功夫，孩子小脚丫都长出来了。说话吧，我无话可说。嘿，你这人，你坐坐，你坐下。得，咱们呢也不用逼他。你们看，他现在内心缺乏安全感的级别啊，已经是最高级了。他缺乏安全感，我看他是缺乏安全意识，要不然人水灵人也不至于吧。这个人根本就是诚心。他呀，对周围的人和事。都是持着严重的不信任态度，他对生活是持怀疑态度。怀疑？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，我怀疑一切，我更怀疑自己。你还真爱顺杆往上爬啊？要脸不要脸？你说这话？你怀疑你别沾人家呀。那你怀疑自己，干脆甭活了。你早干嘛去了呀？他是一个逃避心理，他向往的生活是。
是宁静的时间啊，是甜蜜的时间，它是与世隔绝的时间。这倒没错，自个儿有八套房子不住，你惦着住世外桃源呢？生活在别处是吧？不是，你说你能逃避得了一天啊？你还能逃避一辈子啊？啊？妈妈，我就一阵儿觉得吧，就这哲学把你给害了。还生活在别处，生活就在此地，生活就在水灵家，生活就在水灵的肚子里，你懂不懂？哎、老马呀，不，您打住吧，甭再跟他扯那形而上的东西了。您瞧这多半天了，没憋出一句像样的话来。就是，老舅，跟什么人就得用什么招，您跟他整这些没有用。对，这种人不用分析。分析什么呀？就是一混蛋，有什么可分析的？哎、有话就。哎，我说妈，行了，您就甭说了，这不是正说着呢吗？我是来问问吃什么呀、啊，总得吃饭吧？对，那个什么都行，什么都简单点，越简单越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妈呀，哎，我说到哪儿来着？啊，对，当初咱俩怎么谈的？你怎么跟我说的？啊，你说你要考虑考虑，合着你考虑考虑就考虑到老家去了？我跟水灵分手了。谁同意分手了？你跟谁打招呼了？你凭什么说分就分呢？你甭跟我说是人家水灵提出来的啊，那你就借坡下驴，他提出来了你同意分？再说了，你明知道水灵怀孕了你还跟他分手？他当然他巴不得人家女方先提分手他解脱。你先上车后补票就够可以的了，你还这么干？补什么票啊？他现在奔着逃票去的。老马呀，你以为我像压死刑犯一样把你给压回来，我这心里头好受吗？我都恨我自己，我眼睛欠，我真希望我发现的都不是真的。喂，老公啊，明天过半出院，一天都不想等着。老公，我们特别好。林金，哎，你好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刚动了。动了？嗯。你想了几次啊？对不起，我还真没数。没数。不过他动的挺好的。挺好的啊。记着一定要数胎动啊、哦，一天三次，哦、一次一小时，哎、早中晚各一小时啊。哎，好，肚子紧的时候你感觉？不紧，不紧啊。嗯嗯。我如果有宫缩，肚子紧了一定告诉我们。哎，好的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记得多喝水啊。哎，好的。嗯。需要关灯吗？不用。嗯。早安全啊。您做什么不好，非做这个呀？你不是说简单点吗？人多吃面正好，又有现成的炸酱。干嘛去啊？啊，我去吃饭。吃饭？打个电话给餐厅，让他们送上来不就可以了吗？啊，是啊。
我觉得有点闷，我想到上面去透透气儿。想去透气儿是吗？啊，那行，你去吧。